哎，你老妈子，妈，你在哪里？帮我拍。啊，是谁？大哥哥。这大姐姐。伊嘛，迄只全身的迄个。阿姐，小 baby， 这边又有全身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！我又没有照，用录影就好了、啊。这么暗，怎么？阿强不照得到吗？有啊。小 baby， 你凭夹个哦，那个姐姐过去中间一点，你不要坐中间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们用录影架，你不用刻意那个，啊，不用摄影架，还回车回车，哦，有的中枪啦，你那边坐啦，你看。姐姐哥哥，哎呀，你坐，跟姐姐坐，跟哥哥抱抱啊，等过来，哎，对，等过来，在这里，好吧，我今天不用收你了，不收你了，要画质要关，不会啦，录影啦。去真多，到时候小朋友被看，哎呀。你干嘛？你要看吗？也不看。你也不看啊？你看点啊？看姐姐啊？过去那边啊！啊，帮你们照啊！过去那边。小 baby， 你挡住了、哦。啊？痒吗？啊？你这个大楼的一个都挡出去了。哎呀，你对啊，你该去上规定了啊，看有影。去上啊？唔免啊，这动态摄取车这用的，用录影的同款的呀。啊，你要不提上明星？啊？你要不提上明星啊？去都来去。好紧啊！我就平常去，比较悄悄些。用录影的话啊。哇，谢谢。我帮别人照，麻烦了，大家。用录影啊，亏我啊。好，用录影，望远镜。